哎呀，请问以下边一张系中国真正有嘅草药咧？系攞嚟主治支气管炎同埋？尿路结石啊！你最熟啦，尿路啊，呢个系嘛？我有 A 鬼剃头 ，B 鬼揞眼 ，C 鬼头仔 ，D 鬼上身 ，E 鬼画符 ，F 鬼食泥 ，G 鬼叫你唔读书咩？唔识嘅咧，三个鬼剃头，农夫点都要特别啲嘅，鬼揞眼，寻日饮过咧，唔系咩咧？鬼頭仔 C， 大珠寶 D 係乜嘢？知唔知？因為 I love D。點解你揀鬼頭仔？其他嗰啲答案都唔啱啦。點解唔啱啊？好明顯唔啱。有聽有琴日去過啊？嗰啲鬼阿符嗰啲係咪啊？咁啊 A 啊咁明顯。你頭先又話呢條好難，冇可能係 A 啊 ！OK， 唔係藥啊！一陣間先翻嚟係你啊！好，問下嗰四個先，全部都係鬼剃頭啊！合理解釋先啦。我細個哮喘，我聽過呢個名，所以我揀咗。聽過呢個名？嗱，今次咧同你慢慢玩啦，鬼頭仔。但係我覺得你想禁制喎。咁你解釋下鬼頭仔點解鬼頭仔先？係啊，因為唔係鬼畫符，又唔係嗰個鬼。哎呀，又唔係嗰啲啦嘛。好，攞開，俾你再揀多次，俾你補答。各位觀眾，鬼畫符好唔好啊？好，鬼畫符。但係頭先老英話一定唔係鬼畫符喎。好明顯唔啱。有聽有琴日去過啊？嗰啲鬼畫符嗰啲係咪啊？鬼畫符嗰啲係咪啊？陆永话一定唔系，我话系。你问陆永先，我其实好想俾佢答嘅。其实咩都中晒嚟讲，我而家冇咩所谓噶啦。就咁啦，鬼画符啦。好啦，正确答案系鬼画符。哇！到语言题，不过我想咧就同阿萧君研究下。系。头先你就答咗鬼画符啊。系。好开心啊！你有冇听过有句说话叫？過咗初一，都過唔到十五啊！有啊，經常聽啊呢句説話，好多人都咁同我講啊。好，我希望你題中啊。好，語言題印尼話，到達就叫做三拜，食嘢叫做孖根。咁請問著衫叫做乜嘢咧 ？A. 攣蛋 ，B. 木嘴 ，C. 屎橙 ，D. 茂里 ，E. 怕街。F 打壞 ，G 俾條廢柴，挑戰嘅眼神啊！係啦，著衫究竟係叫乜嘢咧？哇，合起你真係讀到啊！你揀你條廢柴啊！反正都係估個有型啲啊！嚇，大哥，你揀自己啊？大哥，點解你覺得你自己係無理啊？都係咁上下啦。木嘴係嘛？係嘛？木嘴似啲係嘛？嚇！合皮佢話：你條廢柴，你點會揀？點解你覺得係你條廢柴咧？呢啲廢柴？呢啲係西班牙版。好嘢！佢話咧犀利啊！著衫兩個字，多數嗰啲咩文都會長啲㗎啦，係嘛？好，有遠見。哇！好型喎！啦，胡俊乃，你又揀屎橙 ？You love 屎 ？Johnny 屎。好啦，你有你嘅遠見。呢個屎橙冇得解噶嘛？屎橙啊！屎橙。You love 屎 ？Thank you。真正答案係怕街。無聊 IQ 題，好爆炸啦！幾公平啊！三個劉以達，三個農夫，今日劉以達同農夫一齊答啦。無聊 IQ 題，好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要睇劍法，我哋就要睇劍譜；睇刀法，我哋要睇刀譜；睇拳法，我哋睇拳譜。請問，如果要睇腳法，要睇咩譜啊？大哥，我估你估到嘅。呢啲咁神奇嘅嘢，大哥先。好，
着火啊，系喎，好嘢，好有逻辑咯。我本人会去睇利物浦，买农夫嗰啲咧。全归覆没啦，因为利物浦系啱嘅。耶！利物浦即刻无敌攞大奖，边个攞大奖啊？出嘅咧就系农夫同彩华嚟噶嘛？系咩？真系好啊！好啦，三位啊，使唔使解释多一次啊？三千，三千，冇理由咁嘅。一人一千，人都癫。我 book 车入嚟都唔止呢个价喎，咁啊人已经攞定多啲噶啦，咁啊三千就假嘅，一人三千啦，哦九千，仲有九都好意头喎，收佢啊，够 book 车啦嘛，唔系啊，够啊又，九九啊不成器啊，玲玲话，朱玲玲会啊，即系真系好啊，九千，如果每人的话。是不是每人九千你就不要這個先？是不是挺好的？是不是挺好啊？多一點好一點的。哦，有那個貪念有。貪念太強不好啊！我有時心中富有我已經覺得 OK 了。一口價每人九千。哦。那麼多拿走他。不如給那些了。給那些三千啫。給那些。司馬難追。齊齊整整。大家做朋友。你一給了他他又欺過的了。不會。一定不會。一人一萬。真的不會。一人獎金一人獎品。唔係呢個九千我使成年㗎啦，其實我使費又唔大，咁啊即係如果有一萬就可以使多一年咁上下㗎啦，都一千都一千都用啱，我最多扮韓文衝擊過你聽啊，唔係啊。我俾多一千你，一間你話多兩千就細唔會啊，唔會，一定唔會。有㗎，慢慢充錢嘅，係咪？係獎金，哇！真係嗌到，獎金啊嘛，應承咗係啦，獎金，二三，獎金就係電子藥盒儲存，一九九，好啦，獎品乜嘢？大話式定係幸運式？大話式啦，好啦，大話式，不過你敖喎，我敖啦，好，識我啊，玩大話式啊！系咯，咁危險啊！系咯，好得意啊！歌手決定啦嘛，大師話，都係咁睇喎，你唔識完啦。聽啦嘛，好，就出嚟啦。有人好，就可以對住咁樣啦。兩三啊，對住麥講。兩五啊，兩又好啦，兩六。兩一啦，兩一又靚嘅喎，三五咧。三五啊，三五啊，三六啊。三六又好嘢嘅喎，忍唔住睇睇色灯。好啊，忍唔住。跟住我哋都睇埋喎，都唔会。嗌咗一嘅咯，嗌咗一。咁开始觉得奶生死存亡喺你手，嗌到成三三六三六嚟噶，三个六。咁唯有咁样啦，逆转佢一番啊，三个一啦，三个一啊。睇下掌門人錫唔錫你哋啦！三位啦！哎呀哎呀哎！又幾靚啊！依家可唔可以？佢啲色揀 lucky 都好啊！但係你係咪有啊？點會有啊？打真係有！好啦好啦好啦！你一選擇玩大話式啊！嗰三萬蚊已經搭咗成巴掌。點都攞翻半帶走啦，好嘛？哦！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